先农，大家好吧？我现学现卖两句上海话，夏夏农啊，夏夏农啊，感谢上海的爆款多多的影迷以及全体上海的影迷们今天晚上参加我们活动，夏夏农。我是电影《云上的云》的发行人董飞，也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谢谢你们啊，谢谢。那么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邀请我们的主创上台与大家互动，好不好？好。我数一二三，你们就鼓掌，好不好？好。一、二、三，有请。有请电影导演李玉章老师，有请我们的女主演吕京晨老师，有请主演之一孙潇蕾老师，有请。大家怎么样？我感觉掌声不热烈，可以再拍一拍吗？后面怎么样？对，我说的是你们今天心情怎么样？我当然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情，是吧？谢谢大家。我们接下来要做自我介绍，那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我们每个人做完自我介绍之后能够给我们一点热情的掌声支持一下，行吗？好，那由我开始了啊。好，咱们今天呀还有程冰松老师邀请的三位重量级人物，我先介绍一下。好啊，你也知道一下啊。刘海波老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上海影评人奖主席。刘海波老师在吗？谢谢刘老师。还有程波老师，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院长。还有陈大明陈导，他曾经导演过鸡犬不宁，也曾经获得过金鸡奖。谢谢各位，谢谢三位老师，谢谢。来吧，咱们来。那行了，那我就开始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大家好，我是电影《云上的云》的导演李玉刚，同时在这部电影当中呢，我扮演尹晨这个角色，谢谢。上海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李新晨，在《云上的云》当中，我扮演的是秋实，谢谢你们今天晚上来看电影。哇，上海的朋友们好热情呀！大家好，我是孙潇蕾，然后在《云上的云》当中呢，扮演着我的本名潇蕾。然后很荣幸，这部片子是在我的家乡浙江丽水的缙云县拍摄的，可能很多人去过我们那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小城，也欢迎大家到我的小城去旅游，好吗？谢谢，谢谢。刚才开场前，我看到了一位特别小的粉丝跟我提要求，说想第一个跟您互动。那位小粉丝在哪里呢？那儿啊，小朋友啊。对，哇，太远了，我还没看清，我不知道几岁。哦，看到了，看到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叶玉轩。叶玉轩。叶玉轩，那你几岁了呀，小朋友？我6岁。你今天6岁了，明天呢？明天就7岁了，对不对？你想说什么？还是你想问什么？李刚老师，我叫叶一轩，我特别特别喜欢你，我能唱首《万江》吗？啊，哦，《万江》是吗？说的是《万江》是吧？这首歌，那你想唱？你快来，唱吧。红日一升在东方，七大道满霞光。我和七星生与你欢，白衣满雪流淌。南通到富贡乡，千里去了西江。五过万江依然爱，千年不灭的信仰。哇，好棒哎！哇，现场这么多人给你欢呼啊，真棒！谢谢，谢谢。那我说一声你那么喜欢唱歌，等再
大一点过来找玉刚大哥好不好？我说好的。玉刚大哥，那叫什么呀？玉刚叔叔，玉刚老师吧，叫玉刚大爷。这个应该可以的，这个辈儿应该是合适的啊。那等你再大一点点来找玉刚大爷，然后我们先说音乐好不好？找大爷放音乐啊，好啊。谢谢你。那行，我们也爱你。谢谢。哇，今天这个场子真的是很兴奋，因为很大，就感觉一收眼底的感觉。嗯，那么咱们继续来，包括多多的影迷，好，在这儿。哎，稍等啊，稍等，有声音没有？喂、哎、喂。李玉刚老师您好，您好，各位主创嘉宾好。嗯，电影真的非常好看，就是非常感谢李玉刚老师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么一部优秀又唯美的电影作品。我其实从学生时代就特别喜欢听您的歌曲，然后呢，在我印象当中，我一直以为您是南方人，因为您给我的印象一直都是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嗯，但是没曾想您竟然是东北人，还是东北店啊，还是吉林长春的，就是北大吉林是吧？嗯，我就特别想说，咱们东北的男人就是帅气板正。哎呦，那你是哪里的？我山东的啊，山东的啊。那我们大多数东北人祖籍都是来自于山东，我们是啊老乡。嗯，好。然后呢，就是也辛苦李玉刚老师还有各位主创嘉宾们今天来到我们路演现场。然后呢，我准备了一段东北话挑战题卡，想邀请李玉刚老师您来挑战一下，看可以吗？行，可以。还东北话挑战题卡，这不是信手拈来吗？你应该是上海话挑战题卡吧？对吧？啊，就是让我说是吗？哎，对对，啊，那行，那你们听一听他给我准备的啊，大伙注意了啊，咱这嘎子眼瞅就降温了，大家出门注意点，别阳了二正到处不，到处砸吧啊，明白了，别阳了二正的到处砸吧，摔一跤整得埋了八胎的，工作上你别老出了反仗，半打个鸡的，有点敬业精神啊，说你呢。别老买那便宜喽嗖的玩意儿，对自己好点，别总整个家里家外贴着片儿的，窗户也魂化了，性格外向的别老跟欠灯似的，说你的啊，二虎八哎，这没说你好，太得罪人，毛了三庄，说话办事有点土，带酒乌渣渣瞎忽悠，捂了豪风招人膈应，性格内向的人多和人沟通，别说话吭哧瘪肚，做事儿叽里咔嚓，拉溜点啊，利索点啊。说你呢，李玉刚，我还有这句。我最后这扣题原来是说我呢啊，这里哎怎么样啊？好多的词儿，好听话，这边有点听不懂，大概意思能听懂，出了反账听得懂吗？谢谢李玉刚老师，不客气啊，便宜拉搜是啥意思知道吗？啥意思？欠儿灯是啥意思？知道吗？就欠欠儿，就是有的时候我就是欠儿灯，能听明白吗？是自黑啊，是嘚瑟的意思啊。二虎八七，毛了三光，呜呜喳喳，捂了豪风。哎呀，这些词儿都是我小时候的词儿，你要不提的话，有时候都忘了。好吧，啊，我们再继续，咱们继续。这个送给谁呀？送给他。来继续，咱下一个问题，来递个麦，来那同志递个麦，嗯。李刚老师你好，香气飘飘啊。作为一个25岁零基础学昆曲的人，我今天能够见到您，感觉也是我对于戏曲文化的爱好产生了回响。我还记得自己在初中的时候，耳机里放的那个《新贵妃醉酒》，然后让我燃起了对于戏曲最初的悸动。后来呢，又在万江里看到了天下有大美而不言的这种境界。然后我刚才在电影当中看到了那个主角你在给秋实画眉的那个片段，让我也感到了一种最初的戏曲的一种传承和美好。然后我手上呢也拿了一个眉笔，它寄托了我今天一个小小的愿望，不知道能否请老师也让我体验一下秋实画眉的这个。哇，这还要给您画眉。
来吧。这个我不敢替大家唱。来吧，上台来吧，是让导演给您画眉吗？对，他想完整的呈现一下。还是你想给导演画？你的有，你懂一点。哇，师妹愿意吗？师姐给你，就是说你现在就化身成秋实了是吗？取得一分钟体验卡。哦，他想有一分钟秋实的体验卡。对，然后就像电影当中我给秋实画眉毛那样。对对。好、哦，就是此刻你嫉妒吗？你问我同意吗？对，你同意吗？来得及吗？行，给你半分钟吧。来计时啊。再给画个胡子，谁举谁？刚才都是到了，也不能画一笔眉毛。哈哈哈哈哈！哇哦！好。给他画了一个所谓叫峨眉，哇，好看好看，还差一点意思啊，差点，因为只有半分钟嘛。超阿姨都可以了，你计时呢？阿姨计时，没事，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还有就是我算是圆梦了，但是我也特别想给我妈妈圆梦一下。她从星光大道的时候就是你的粉丝，然后她我每天在家里看到她老是拿那个彩绸自己在练，然后我今天呢也把她带的就每天练习的彩绸带过来了，特别期待如果可以的话是否请老师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那个彩绸的江湖绝技可以吗？好，那你准备的挺充分啊，有备而来是吗？哦，是这样的。哎，现场还因为今天可能喜欢，不叫可能，今天现场喜欢传统文化的小伙伴特别多，有没有原来学过长绸的可以上来我跟他切磋切磋？有没有想体验一下的？啊，那里就那位，哪个？那里，这儿来，好，那就上来啊。Sorry 啊，来，没看见啊。哇，你会长，你不是会长的，你会长绸啊？来，来到我这儿来。你会一点点？对，因为我是中国舞专业的。那我不敢跟你比啊。跟你说中国，因为我因为我当然下过苦功练过，但是大家也知道我是没有科班出身的。不是，刘老师先去了。其实您是2006年出道，对啊，然后呢，那年我。8岁，然后对，当时是我奶奶，她特别特别喜欢林芳老师，然后我们家就是铺天盖地都是老师的海报，就是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懂什么叫追星，我奶奶可能不太明白。然后呢，转年2007年的时候，她就给我送一下去了，我就去学中国舞练舞去了。哦，哎，对，所以我觉得林芳老师，你可能是我一个启蒙的老师，所以见到你我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哇，谢谢，哎呀，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一些故事，给你奶奶问好。好，给你。妈妈问好。那我们就来长绸吧。好，谢谢。那你先来一下好不好？来，还是我先来。小姐姐先来吧。不是，他的意思是他昆曲，只不过是他代表他妈妈要过来难为我一下。不是难为了，这也是一种爱的表达，是吧？好。这个是你妈妈练功的还是你练功的？他练的。练这个昆曲也不太练这个，就是妈妈自己看你的节目比较喜欢，所以她练这个。明白了，他们一家都特别喜欢戏曲，来试一试。不是，你别走啊，你得给我俩打分呢。眉毛不能白描啊。哇，
你在带的这个是几米的呀？眼瞅二十多米啊，买了最长的呀。哇对，好久没练功了啊，试一试试一试试一试啊，但是需要点动力。这个真的，有些动作挺专业。还有点害怕了，简单停下吧。啊，让大家悠起来啊！对，下身，要跟老师的动作一样啊，就是、必须专业啊！这个抖了两下，一下不能抖。好，准备。需要什么配乐来唱吗？对，也可以啊。然后唱两句昆曲，好，来，我们在这儿，我也是学了两年啊，大家不要对我期待太高啊。我们就唱《牡丹亭·游园》啊。好，来。不能被比下去。你表演一下吧，来，我们10秒，来。等着你踩一下更有效果。踩一下，徐老师摔了，咱还有后边的站呢。
行，别摔了，别摔了，不错不错。那那个，赶紧下一个问题吧，好不好？下一个问题吧。谢谢谢谢。时间有限，下一个问题。木乃伊缠绕。来，那个小伙子，我想说一下关于这部剧情的内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吧？我觉得我们的女主角秋实和尹晨和青云的故事呢，看似是没有什么转折的，但仔细回想一下，细节满满。尹晨就像那种默默守护型，而青云呢是不停的追赶，不停的保护的那种努力保护型。尤其是在最后啊，我们的女主角秋实决定离开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尹晨和青云，他们表面上是说你走吧，我支持你照顾好自己，但事实上他们的心里，他们的手就好像紧紧抓住秋实的手不肯放开，心里大声的呐喊着不要走，不要离开。我们在这里，我决定送给大家一首从小大家听到大的的成名曲《回家》。也送给我们的女主角秋实，希望她赶紧回家吧，家里还有那两个男人一直等待着你。这是来搞笑的，这哪里是猫的？够了！坐了高铁来到了上海，然后那个高铁上回想起了这个音乐。对，秋实来路演完了，对，给你个机会啊，跟秋实一个抱一下。啊！对，我一直都没抱过，所以给你个机会，我是不是没有抱过？我最多最近的镜头，最近的镜头也就是画个眉。哇，可以了。哇，真是，抱一下，你可以使劲抱我。可以了，我们时间有限，我们最后来个大合影，咱们马上下一场了。啊，这就结束了。还有一个问题是吗？还有谁？终于就当好，今天见到李玉刚老师真的特别激动。啊我今天就是想替我妈妈说一句，妈妈，我替你圆梦了。因为我妈妈真的特别喜欢李玉刚老师，所以我从小到大也是听李玉刚老师的歌长大的。然后今天见到您真的特别激动，我今天下午还跟妈说我要过来见您，她不相信。今天见到您这人，让电影直接更加美善目前。是夸我的吗？是怎么样的？怎么美善夸我吗？是从小到大看你，就是从唱歌到唱戏，然后到表演电影到演戏，真的特别替你感到就是高兴，也很荣幸。然后我这里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希望送给你。好，我过去拿哈。哇塞，你上来了。哦。这个是你裱起来的啊，都是我艺术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瞬间，送给我的吗？就是送给你的。是，对吧？然后希望你的票房能够大卖，票房满满。谢谢。然后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是我想拿着我的手机，然后自拍给我。
来吧，给谁呀、啊？送给你的礼物是吗？送给我妈妈，因为她特别喜欢你，想就是让你自拍一下，然后来，你给她证明。哎，放松。来，我们哭了，我们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曾经的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太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和你，因为刚好遇见你。可以了吗？来，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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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不客气，不客气。嗯，好，小朋友，亲友，这是我妈妈，谢谢。好的，好的。小的笑不笑？我妈妈很喜欢越剧，小的时候她本来想让我学越剧，然后我不太听话，但是我还是在电影里圆了她的一点点梦想。那不要说，到底关注谁呀？我们这还有一老一小呢，这我们都抱上了，关注一下我们这一老一小啊。啊，我那我比较羡慕你。那你说一句，你说一句，我爱你。我爱你。哦，再说我，再说一句。我爱你。我也爱你。好，可爱呀！好，那跟我们一起跟大家来一个大合影，来吧，来，有大合影吧。来，我们所有的嘉宾朋友们啊，你们手上有海报的，把你的海报举过头顶。对，有海报的一定要举起来，对。票房大卖啊！来，云上的云，票房大卖。云上的云，票房大卖。谢谢上海的观众，谢谢大家，祝大家晚安。我也放下来了。